桃园市平镇区山沟国小107学年度自治市长候选人政见发表会。首先，我们请编号一号的五年校班江玉君上台做政见发表，请大家掌声欢迎。以下是我们的政见：一、老旧体育用具全面换新。我们学校的体育用具都坏掉了，没办法玩。对啊，我希望能把那些不能用的体育器材换成新的，这样才能让全校学生有更好的体育器材能用。二、为重视环保、爱护地球，增设电池回收箱。有时候社团用完了电池都不知道要丢哪里，所以我很希望学校能增加多一点的电池回收箱，不但方便也很环保。三、增加多元化课程，如网页设计、赖贴图及 AI 智慧课程。有一些课程让我们想要学。我们希望电脑课能增加更多多元化的课程，这样才能让我们学到更多趣味的东西。四、淘汰老旧桌椅，争取换新桌椅。有时候我们的桌子坏掉了，钉子会刺出来，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可能会被刺伤。对啊，有些桌子跟椅子会发出一些怪声音，引起我们的专注力。五、增加智能探索课程。我们希望可以让全校学生可以体验未来他们想要做的五组。这个课程也能让我们更早了解到适合的职业。六、增设更多爱心伞。下雨天的时候，有些同学没带伞就被淋湿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学校增设更多爱心伞，大家才不会淋湿然后感冒。是我们全班票选出来的候选人一号江玉君，他不但成绩优异，体育超群，出去比赛也名列前茅，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一号候选人哈，还有他的助选团，谢谢他们。接着，我们要请我们编号二号的五年爱班郑爱妮以及她的团队上台来做政见发表，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家好，我是二号候选人郑爱宁，以下是我的政见发表。下课了，我们先去上厕所，等去校场打球。哎，你怎么没有肥皂？那我一闪的小号。哎，灯怎么一闪一闪的？哎，我要去。哦，我地上积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啪！校长很正电才能让我们安心上厕所，谢谢大家。开什么社团啊？我们都已经会跳绳了。对啊，对啊。
我要参加，因为我要长高。你那么矮，怎么可能长高啊？对啊，你就相信我们吧。数个月后，你是谁啊？我是王嘉良。因为我有参加跳绳社了，谢谢有这样的证件，才能让我快速的长高。谢谢大家。表演得很精彩哦，我们谢谢二号的战友，他们全班哦，全班都一起参加哦，谢谢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接着我们请编号三号五年人班的陈世祥以及他的团队上台做证件发表，来掌声欢迎。三号吧？为什么？三号可以引进新的体育器材，让你打
的安心用的放心。是哦，那就走三号吧。三号，哦，转。三号，哦，转。以上是我的证件发表：一、校园多种花草树木；二、每周二次发水果；三、增加体育比赛次数；四、增设躲避球社；五、校外教学自己选地方；六、周五不用穿制服；七、引进新的体育器材。好，我们也谢谢三号的竞选团队所做的证件发表啊、哦，谢谢他们。怎么会有惨叫声呢、啊？好，来，我们欢迎编号四号语言中班的苏志成以及他的竞选团队上台做证件发表，请大家一掌声欢迎他们。怪，我在家翻相簿的时候都看到很早有运动会的照片。对啊，因为学校前年只有举办体育发表会，没有运动会，家长都不方便来拍照摄影。希望每年学校都有运动会。那我们就来看看四号的第一个证件。每年都有运动会，四号的第一个证件。哦，我真希望每年都有校外教学，不然每次都在学校都闷死了。对啊，我也好希望每年都有校外教学哦。那我跟学校提吧。每学期都有校外教学，四号的第二个证件。哦，每次的亲子教育都好无聊哦。真希望亲子教育有圆游会。对啊对啊，让我们一起来看四号候选人的第三个证件。亲子教育有圆游会，四号候选人的第三个证件。哎，同学，你们在做什么啊？现在是下课时间，应该要尽情的玩才对啊。哦，我们在练习棒球啊，因为学校都没有棒球社，我们只好自己出来练习。真希望学校也有棒球社。没关系，只要当四号当选之后，就会设立棒球社。那让我们来看看四号候选人的第四个证件：增加社团种类和时段。同学，你今天怎么穿便服？哦，因为我家已经没有制服了，而且有的制服也在洗啊，所以就没有制服可以穿。哦，好可惜哦。那让我们来看看四号的第五个证件。日多一天是四号候选人的第五个证件。哎呀，夏天怎么那么闷、那么热、那么痒？蚊子一大堆，啊！而且现在要穿短裤，我的脚都快要被叮很多包了。没关系，只要当四号当选之后，就会有避散和纱窗。教室加装避散纱窗，这是四号候选人第六条证件。哎，之前学长姐用的柜子都已经坏掉了。对啊，
我塞几本书，柜子都爆掉了。让我们来看四号候选人的第七条证件八。个人服务会更新的是四号候选人的第七条证件。最近在学校真无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对啊，而且之前曾经是有儿童剧场，可是差不多两年才一次。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儿童剧团来表演。那让我们来看看四号的第八个证件。多邀请儿童剧团来表演，这是四号候选人的第八条证件。以上是我和我竞选团队的发表。四号，都算。谢谢大家。谢谢四号候选人带来精彩的证件发表啊！你们只是证件发表而已，还没有当选，不用这么开心哦，笑得太大声了，可以稍微收敛一下哦。来，接着我们欢迎编号五号五年信班杨彩月以及他的竞选团队上台做证件发表，我们掌声欢迎。对啊，你们会觉得看书太无聊吗？真的太无聊了。对啊，
好了。我的第四点就有啊。那真是太棒了。五，增设饮料贩卖机。我最近可以喝个凉凉的饮料，我也不想要回去拿水壶。而且好累哦，跑回去又很麻烦，叫车那么远。对。我们可以去找五号杨凯月啊。我们去问看他有没有增设饮料机吧。凯月，凯月怎么了？你有没有增设饮料机？每次打球下课回来都好了。有啊，我有增设，可是有时候教育局规定说不能喝太多甜的，所以我们只能改成无糖。可以呀、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喝点营养的饮料。六，增加好吃的菜色。你不觉得现在的午餐菜色有些都好油，都好难吃哦？对啊，而且有时候吃炸的，身体会很多痘痘哎。对啊，真希望可以增加点好吃的菜色。对啊，你们想要换菜色？对啊，菜色都好容易。的确，有时候面包都是吃一样的，菜也都没有改。嗯，那我们就请学校帮我们换一种更好吃的菜色。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一定要选五号阳台月。选五号，我最好。五号，好帅。五号，好帅。一二三，谢谢大家。好，我们也谢谢五号精彩的政见发表哈、哦。那每一组小朋友都很有创意哦，然后呢表现的也很好。那希望大家呢，下个礼拜四就要投票了哈、哦。那大家利用下课的时间，帮你们候选人多拉一些票。那我们的主任要不要跟大家说几句？来，我们欢迎林主任。好，各位小朋友，刚刚听完了我们五位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你觉得小朋友表现呢？好哈，那台下的小朋友也都很有风度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更要展现你民主的风度哦。在我们现在在投票之前，大家要发挥自己的一个本事哈，还有自己协助我们候选人的力量，让你们班的候选人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哈。那在这中间，主任老师特别强调，刚刚美惠老师有提到公平竞争哦，不可以贿选哦，不可以攻击别人，要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好好的为你的候选人加油哈、哦。好，祝福大家哦，每个候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训练，民主素养的一个养成，还有各位候选的团队也能够在这次活动中呢，凝聚你们班上的力量哦，然后让自己呢在民主的这个教育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启发，和未来呢成为呢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公民的一个前面的一个训练哈、哦。好，祝福各位候选人哈、哦。好，谢谢大家。我们的林主任给大家的勉励，那希望大家呢，透过这次很公平，然后很平和的选举，不管谁当选，我都希望成为知识市长及知识市干部，能为大家多服务。好，今天谢谢大家，那我们的政见发表会就到此结束。那我们接着下来要进行我们的艾滋病防治宣导哦。那。